面那一侧吗？对对，旁边。哇！我真的要穿这个吗？没错，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挑吗？来，第一点我先跟你说，为什么会有手套？因为其实我们在一般发生紧急状况的情形下，我们都会下意识的先用手去撑。所以其实手套对我们除了安全帽以外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。哦，第二个容易受伤的地方就是其实是手的部分，因为真的我们下意识所有状况都是手会先下去撑。真的，你看我车祸伤这边就是一个。对，你看这个就是。就是很习惯这样，今天特别帮你挑的原因，对，然后你看像它这个是有一些护具的部分，但这个，我觉得应该有更好看的，是不是也挺帅的啊？好，我觉得你蛮帅的，好，谢谢谢谢，不客气。好吧，那既然你不喜欢我帮你挑的礼物，那你自己挑一个，可是又怎么了？你需要满足我一个条件，必须加入一点你自己的性感的元素。好，那为什么一定要挑性感的？我们身后这一圈。我帮你们摸福利耶，好，就是观众吧，好吧，你穿好了没？好了，好了，那我可以进去看一下吗？不要啦！我有我帮忙会比较好穿。我不需要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可是我付钱哎。所以我们现在是第一套啦，这一套是比较让你可以在那种专业的赛道上面可以让你去骑。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好。蛮好看的，超帅，因为我穿起来有点那种金刚的感觉。因为我觉得自己现在变不快了。它的这个两侧这边，你有没有发现它比较坚硬一点？其实这个护具的部分它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毕竟以原厂规范来说的话，它是希望你是不会移动的，一定要来试穿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很贴很贴这样子。对，那你觉得现在怎么样？过了吧？还 OK 吗？就是硬硬的。你现在需要一个 catwalk。catwalk 就会变软吗？你会走路吗？我会。真的吗？我努力在走，只是它。不过性感这些是不能带回去的哦。很性感，这个鞋子会一直一乖一乖的。这是性格，不是性感。知道吗？来，下一套好了吗？好了。来来，我们看一下看一下。哇。还不错哎，比刚刚那件就是比较舒服、轻松一点，对不对？对，给你们看厉害的。我期待一下，因为今天呢，哎呀，多厉害，多厉害！你会吓到的。会多吓？受惊吗？应该会哦。这个是小聂他。你要 cue 我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你要 cue 我。我说小妮，我今天里面穿比基尼。我其实还有准备挑了一套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好，期待期待。你不要一直看这边。我没有没有。好穿吗？好穿。可是为什么会一直听到一些害羞的声音？不要吵了。真的吗？我们可能要坐久一点。三套好了。好，来看一下吧。来来来来。辣的。期待已久。对。哦。看起来就很会骑啊。赛车。很会骑。这个就是用在专业赛道里面，但是我穿起来怎么好像有点大件啊？你真的太瘦了，等一下带你去吃宵夜。这双鞋我觉得我还没有习惯，我的脚踝基本上没办法弯，因为它会比较紧一点，在遇到这种真的撞击的情况下，它才可以维持在原本的位置，就没事这样。对对对，你才可以真的完整的帮你做保护。我就完全不会受伤，对，你是完全不会受伤的。甚至现在最新的科技，其实就是说它里面的内衬啊，它是有膨胀式的。里面的内衬吗？对对，膨胀性。
大家看一下，是目前这个是用在目前世界顶级的这个赛事都会使用的一个科技，它是一个气囊衣。那你可以看一下，气囊衣，它这个是有接的，有接口，它可以打进去，但是瞬间你受到撞击的时候，它会瞬间膨胀，就是有点像是安全气囊的感觉。对，这个是目前最新的科技。哎，这件的话多少钱啊？这个说真的不便宜啊。多少？你觉得人命值多少钱？无价啊。对，所以不用管这多少钱，2万到3万左右。哇。对，那如果再加上这一整套的话，大概也是落在一整套大概3万块左右。这真的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我这样就是5万，我这个人值5万块，请问你要刷卡还是付现？刷卡啊。没有啦，我说衣服刷卡。Okay, 对，那我这件比基尼大概1480块 ，Airspace 购买的。如果有需要工商，可以找我。不要那么装啊！我不自肥啊，我不自肥。哈不自肥。天生生来就有的安全气囊两个。男生没有办法，男生就认命一点买这个。我这个人好像偷买笔，还要放在这边。来来，最后一套好了。好了，最后一套。哇，哇哇这个。反正就觉得他们喜欢那个这个的。你觉得这套穿起来还 OK 吗？就是一般衬衫，然后 oversize 蛮舒服的。对啊，那像这一种的话，其实它就比较不适合单纯骑车的穿着啦。啊、哦，不能穿这样去骑车哦。其实建议比较不要啦，尤其是不要穿短裤，因为毕竟我们在骑车的时候，那引擎有引擎会烫到，它有一定的热度。对对对，那女生很重视脚部分，很危险。我都好穿。对对对对，我这平常都跪太多了。家的就是等于说在车行的一些衣服啊、护具啊，都是品牌保证。对，都会是品牌保证。这边长野呢，它就是我们台湾Open Star 这个品牌的总代理。所以你们最喜欢四套里面哪一套？来，我喜欢第二套，比较有气质一点。皮衣的那个有点蓝色，对对对，那套穿起来超漂亮。来，姚大喜欢气质妹，没错。来，亚当哥，米贝今天穿的我觉得。他都喜欢。我觉得第三套连身的那个比较帅。连身的，为什么比较喜欢那套？因为那套女生穿起来很有杀气，对、啊，而且看起来就很专业。就算你不会骑车，你走在路上，你就哇，这个厉害的杀手。哎，你喜欢哪一套？有拉链的我都爱。没有，他喜欢拆礼物啦。好，我自己的话呢，我觉得女生只要懂得保护自己的，那我们都可以喜欢。其实我会比较希望，就是说，不管是男生女生，大家是要出去骑车的状况下呢，尽量可以的话，我们都对自己有多一点的保护，因为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状况，你是没有法预期的。那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情形，如果说你身上是有穿像，比如说像你上次如果是车祸状况下，你看如果有手套。有长裤这些，我相信它的损伤一定会降到很低很低的状况下。这个好。对，提倡一个观念啊，就是说希望大家你有安全驾驶的观念之外，还要有人身不平的一个注意。因为现在我们不是骑得快，而是比谁骑得久。